花本，春天到了，是时候活动活动老胳膊老腿了。我们今天要去 Port Nepean 去看天涯海角。为什么我们俩很难出现在一个高度一个频率里呢？因为你是小人国来的。歧视吗？这人走两步热了。在欧洲就是这样，永远是好，里面是短袖，后面。我羡慕人家有自行车的活动半径会比较大，我已经在期待我的 scooter 了。他现在在海上飘，还有一个多月就到了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在这条路上飞奔了。走不动的也可以在各个点坐 shuttle bus， 有按照时间在这里等就可以了。12块钱一个人 ，concession 和小孩18块钱。原来澳洲有一个总理在这个地方游泳失踪了，一直都没有找到。最后一公里是一段大上坡，这里是1911年的一个旧炮台，炮也没了，炮肯定是没有了呀，可以下去看吗？前面不可以去，前面有未爆炸的炸弹。说是一战还是二战的时候留下的。看着像小便池，够了。哦，要么就是烧纸的，够了。外国人也烧纸哦。又开始搅屎了。这里是储存枪的地方，弹药库。好，枪火，枪之库，枪。纯军火的，现在看看，我靠，好黑的，我靠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啊，这是射击口。是这个吧？啊，不行，这里是挂枪的。对，也是挂枪的。这是地道战吗？是的。哦。这里是个什么机器？啊。哦，咱们别说这个。真是那么厉害。运弹药的。运弹药的电梯。人力电梯，估计是。找到大炮在哪了吗？我们刚刚在这儿，所以应该是在这儿，是不是？它应该是有两个。这是另外一个5号大炮，看看。
注意了，很累。储存弹药的，终于找到两个大炮了。The first shots. 站在正中心的位置，这样吗？哦，是的，有回音。对，而且是好几个方向来的回音。对，它就混在一起，好神奇。这样，这个浪花结束我们今天 Point 奶瓶之旅啦，下次见。